我全部都吞了。二一 ，OK， 开始。对，现在的时间是早上9点，我们非常早的从北区开车来到了 Sunny Band， 我们要来上一堂课。这个年纪还有课可以上，是什么呢？等下给你们说。就是因为朋友介绍来的，他喜欢打鱼，然后我想学完之后跟他们去抓鱼。我叫杨，哎，我喜欢金鱼，我想跟金鱼游泳。我想听见，跟我想听的理由一模一样。我叫 Karina， 然后基本上我们两个都喜欢金鱼，因为我自己在身上还吃了一只金鱼。对，然后加上前阵子朋友有学潜水，然后就跟着他一起在游泳池里面练习一下，发现真的蛮有趣的，就有想说大家想要一起去东家。是，东家超级好，我也想去。对，所以想说今年早点学，有练习的话有机会可以今年去。差不多，他们家的大池边是唯一一个地方可以让你零距离接触的，因为昆州这边的海域你想要有深度并且比较平静的话，就只能是坐船出去。哦，喜欢运动的人会相对低一点。对，蛮好，蛮健康，大家的血氧都很好。那这个是血液里面氧气含量，其实觉得是好的。嗯，很好，很好，很好，你们腹中都会有。有人耳朵有感觉吗？就是跟刚才擤鼻涕的感觉是一样的。不要用这里，要声门关起来，只抬舌根。抬舌根的感觉大家可能很难找，其实就是舌尖舌根全部放松，知道吗？你耳朵有感觉的吧？对呀、啊，你做的是对的呀。全部都吞了，声门漏了。这里抬，这里滚，这是两个自测的方法。好了，我们终于上完两个小时的潜水课，所以我们考完试之后，我们可能下个礼拜就可以开始去泳池上课。那我们现在很快进去考试啦。今天是礼拜六，我们要在塞车的路上。今天一早就是来 Gold Coast 边的一个游泳池，原因是因为昆士兰目前只有边这个游泳池是深水游泳池，其他的游泳池基本上就是没办法练潜水的，所以呢，我们教练就是跟我们约在这边上课这样。抵达。由于呢，我们是我们老师的学生里面住的最远的嘛，我们从北区到 City 就已经要差不多30-40分钟的时间，然后加上今天沿路来 Gold Coast 可能因为假日又大塞车，所以我们其实早上10:30就出发了，这我们快一点才到了这个游泳池。有人在做拉伸，我们要擦防晒。我们现在要来穿湿衣，老师有帮我们带湿衣。Been through a lot of pain, some things are not the same.用这么快的标签啊！别急，可以把腿收回来站好，先别着急抬头哈。把脚收回来站好，脚站稳，不着急，脚站起来。对，站好，10、9、8、7、6、5、4、3、2、1 ，OK， 同学，上头吸气，对坐，1、2、3，放掉，大口吸，对坐，1、2、3，提醒他，好，2分钟。现在我们要来上的是模拟救援的课，然后他要来救我们的老师。吹，对，吹。
过来。好，然后人工呼吸。刚刚我们练习完了，现在我们要去五米深的潜水池。现在巨尴尬，我们游到一半被那个游泳池那个工作人员叫起来，因为他说有人在我们这个深水池里面拉屎，所以他们现在要清洁泳池。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三米的池练习。可能比较没有在运动啊，所以呢，我们两个就潜不下去，老师就帮我们带了配重。我装了3公斤的配重，所以是下得去了。但是因为我踢土踢得非常的不好，然后就会一直在浮上来。清理完成了，所以我们要回去大便池练习那个耳压的部分。现在呢，他要挑战就是下去评耳压。再到小泡泡要去了。应该也快5点了。今天这一次的练习，我觉得还需要更多的加油啦，尤其是我，因为我的耳压部分一直过不了。那他的话，他很厉害，他在我们还没去上课前，他自己就把耳压给弄好了。今天跟老师学到了很多方法，然后我们之后就。我们呢，终于洗完澡，给大家看一下。你看我晒多黑，我傻眼哎，我有擦防晒哎。我们终于现在从泳池出来了。我脱掉了老师的湿衣，我发现了一件非常可怕的事。你们现在应该看我的额头已经微微的有面镜脸了，对不对？还好我手还。这是一副手套，潜水手套。我现在非常的自豪，表示我有学过自由潜了。他的话，正常来说他就是多练习，其实他就稳稳过啦。但我的话呢，就是我耳咽管比较窄小，导致那个气体出不来的关系。我在做法兰卓的时候是非常非常难通的，可能别人用这样的力，他可以直接把那个空气压缩到100趴，但我可能只做到20-30趴，我必须要比别人更大力。每次下去的时候我耳朵都很痛，但至少啊，那个5米，我原本应该可能只能下2-3米，到最后好不容易可以就是下到快5米，有进步了。对，有进步了，所以我就很开心了。就下每个礼拜多练习，我相信我们一定可以成功的。
哎，时隔一个礼拜，上个礼拜我们去 Go Cross 上了我们第二堂课嘛，然后因为这个礼拜天气其实不太稳定，我们就干脆到自己家里附近的泳池来练习。我们没有带到 GoPro。小时快两个小时，然后我们就准备回家了。其实是因为呢，它的泳池非常的冷，心得如何？水好冷哦。我们今天还有一位新的嘉宾，我们没有什么拍到影片，因为我们都在水里玩得蛮开心的。今天游了久，两个多小时，刚好泳池里面也有很多选手在练习。重点是呢，我非常的可怜，是我昨天月经来，然后我们明天其实我们还要去 Cocos 的深水池练习，明天是跟着老师他教课，然后我们在旁边就是在他租的那个赛道练习这样。今天练习的有人很挫败啊，因为可能太久没练了，他的拱绳下潜，对啊，一直下不去，他水准不好，都发紫了。但是除了拱绳，他其他都做的比我好。希望明天深水池练习加油，还可以。是来泳池的第一步，就是先用他的这个吸收乳来除污。挤一些它的汁在里面，然后就这样撸一撸。我觉得它比我用牙膏的效果还要好，然后就很干净啊。你看我怎么吹，它都没有起雾。赞！阿翔先自己练习拱身，因为我们其实一个多礼拜没有练习。哦哦哦！第三次，他的脚就是一直没有办法伸直，习惯以前游泳的方式，可能身体动，然后脚后面再跟着动，所以他一直很困扰。现在是这位小姐还要练习，可以去补习。你还好吗？我耳朵进水。你还好吗？再次。你看超大的水。看我的嘴唇又变白色了。是澳洲的泳池，跟我们台湾的完全不一样。因为我们台湾一定要戴泳帽，然后你什么都不能戴进，都是把随身的东西直接放在泳池，然后不需要戴泳帽，甚至你只要穿牛仔裤或是短裤或是 T 恤都可以下水。很多次的下潜练习，预备，调息。对，我发现我们两个都还是有一个共同的缺点，就是我们永远游的时候，平游的时候，我们的身体上半身比较贴地，但是我们下半身都是整个往上的飘着的。我们真的太冷了，我们从那个冷水池一站到这个温水池，我们两个在冷水池里面狂发抖，然后他已经嘴巴苍白了，他只要嘴巴开始发白发紫，就是他真的也快冷到受不了。现在呢，游了大概一个半小时，比我们想象中的还短。那我们就要准备回家了，改天再来练习。太冷了，感冒的话反而会不能练潜水哦，大家知道吧。 Hello 各位，今天是我们第二次跑到 Go Coast 来，我们下周就要回马来西亚的台湾，所以呢，我们要抓紧这次练习的时间，希望我们到时候可以去考试。然后今天我们也带了我们就是本身已经有考过潜水的朋友来跟我们一起练习。擦好了哈，都擦到哈。
节课。Hello， 我们现在在雨中准备潜水。我们挑战三个人一起，啊，会不会撞到？不会吧。现在有人在帮我挑面镜，因为我一直进水。学到一些新的东西，所以现在要同时很 focus 在很多事情的时候，就会一直忘东忘西。那今天练习的就是跟我上次的动作其实差不多，但所以我觉得还是需要更多的练习。羊呢，他就非常的厉害，这不管有没有扑，他都下得去。然后我就是输他一大截，可能我的运动身体也没有很好吧。有人来厕所把他的扑给扛进来，看起来很忙哎、欸。练习结束，累累的，不过还好老师。刚刚看到我有时候我进步我就安心了。那今天我们的第二次的练习就这样结束。我想说我们的潜水学习影片大概就先到这边一个段落啊，那之后如果真的出海考试的时候，我会再拍一些加强的练习啊，不过应该不会那么早。我要回台湾，他也要回马来西亚嘛，然后回来再练习再考试，出海可能也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先把目前呢这边就先剪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大概练习的状况跟现在的程度。感谢今天陪游的朋友们，赞哦赞哦赞哦，潜水耶、yeah! 我来。